从2017年 Cross Bazar 涌入大量难民及儿童时，世界展望会紧急回应团队，第一时间回应人道救援。Hello, nice to meet you. My name is Annie. Hi. 影片中，艺人陈婷妮来到孟加拉东南方的科克斯巴扎尔，在全世界最大的难民营，近距离感受百万名罗兴亚人的生活。营内超过75%是儿童和妇女，饥饿、热、挤、缺水、缺乏隐蔽的门户，就是生活日常。在当地，陈婷妮看见因为长期饥饿造成营养不良，当地儿童体型明显较小，让他感到非常心疼。生活在台北，对我们来说，砖墙，然后一个很好的安全感的家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但是当我们到难民营里面，你会发现那里的人口是非常密集的，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大概就是台北的1/20，但是里面容纳的却有百万名的人居住在里面，大概就是一个中山区这个大小，然后但住了几百万的人。然后呢，在里面他们其实没有扎扎实实的房子，他们的房子就是可能去捡一些树枝啊，或者是竹编，就用快速的方式把它这样子搭建起来。那这一次呢，我们有到一位住在难民营里面的家里参访，他们家真的很小，他总共有4个小孩，然后爸爸妈妈4个小孩，总共6个人。然后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有热浪来袭，其实那个体感温度是非常高的，我们一到当地可能你瞬间头发就会完全变湿，然后但是又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面挤了6个人，相信那个生活起来的状况是非常不舒服的。然后在1坪2坪的大小里面，除了他们居住睡觉的空间，还有他们的厕所，甚至他们的主食的地方，就不小心让我看到他们今天晚上的晚餐、其实就真的是，如果以饭量来说，可能就是我们成人5口饭 的大小，然后跟配大概3到4片的大蒜。然后这个是全家人的吗？对，全家人一餐所饮食的分量，那个对我来说是非常冲击的。其实我每次都觉得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然后我如何能够把我的微小的善意分享出去，然后甚至在每个人心中种下一个种子，在未来也许我们都可以成为更好的人，这个是这一趟我非常希望能够做到的一件事。但是到第二天的时候看到我们去儿童的这个教育中心的时候，对，那个当下好像是我这几天过得最开心的，因为看到小朋友眼中的笑容，然后跟他们的欢乐，还有当然在这个教育中心的外面立着一个大大的牌子，上面写 Support by World Vision Taiwan。 我觉得这就是透过我的眼睛让台湾的资助者知道，原来这笔善款我们是把它用在哪里，然后这笔善款是真的可以让难民营里面的小孩得到短暂的快乐，然后他们可以在里面得到该有的笑声跟生活。所以我就抱着这个快乐的心情到达了这个空间里面以后，发现其实小朋友他们可能没有看过这么高的人他们看到我刚开始是有点害怕的，他们就是距离我有一点远，然后因为我们语言上面也没有这么的直接可以沟通，所以我们就透过了很多 body language， 然后花了一点点的时间才终于拉近我们的距离。里面有个小孩非常可爱，他就是小酷弟，都不笑，你怎么逗他搔他痒他就是不回应你，就是不回应你，到最后就是跟他们玩了一些飞高高 的那个游戏之后，终于拉近我们的距离之后，他们才开始会愿意对我张开双手，然后我们就更进一步的沟通。结果飞了一个，你知道吗？可怕事情来了，因为你就要飞全班。对，然后大家都一直怕我会累，因为全班班级大概20几位小朋友，但其实我真的不累。重点不是我平常有在训练身体，不是这样子。答案是因为他们真的太轻了。其实那个班级的小朋友大概是我们现在学龄儿童大概5到6岁，一般来说他现在可能应该要20公斤左右，但是因为他们普遍营养不良，他们的体重可能就只有10公斤或者是更小，所以
在那个近距离接触的冲击对我来说也非常的直接，就会回想到说前几天进入到他们真正的社区里面，看到他们家庭的那个晚餐的分量真的那么少，所以会造就小朋友其实在营养上面也是匮乏的。在那些阳光照不到的地方，上学的路很难，温暖饱足很难，不必担心将来更难。影片中还记录了陈婷妮到中部探访生命小斗士小敏，了解特殊状况儿少议题。台湾世界展望会会长李少麟表示，无论国内外灾难、意外和冲突下的脆弱生命，都是饥饿三十紧急救援对象，不要让饥饿和营养不良夺走每一条宝贵生命。我们2024年，我们一样希望能够至少有30个国家、87项海外的人道救援。你说，哎，怎么国家少了？因为我们今年会在人道救援的在每一项的计划中做更深入。因为现在我刚刚说，造成的原因的复合性，它没有办法立即的解决。很多的计划以前1年2年，现在被迫它要变成3年5年才会告一个段落。一样，我们也在国内也希望能够提高国内特困家庭的一个鸡蛋救助。台湾也是有风就是灾，有雨就是海就是洪。大家还记得今年1月小犬兰屿的台风灾，我们在兰屿有400多个孩子，中间有100多个家庭的屋顶都是被吹走的，展望会就在第一线成为他们的帮助，而后面就是各位的爱心成为我们的支持。今年第35届的饥饿三十人道救援行动主题为抢救奋力生存的孩子。台湾世界展望会邀请民众即刻加入饥饿三十，与陈婷妮一同救援国内外角落的饥饿生命，帮助社区儿童和家庭转变生活，脱离贫穷线，建立防灾韧力，创造未来的希望。记者林喜慧台北报道。